先，四十题一题的 B 啊，炸霜 yellow 跟海绵 yellow， 它们都是薄壁细胞。是的 ，B 薄薄的细胞大大的。我们询问的薄壁细胞有叶肉，还有呢根或茎的皮层，根或茎的髓，这些都是薄壁细胞。所以它们的功能不是行光合作用，就是储存养分。那叶肉都是薄壁细胞，行光合作用，包含海绵叶肉跟炸霜叶肉都是叶肉，所以 B 是正确的。猪选项，植物的叶子哦，可以行光合作用的只有保卫细胞和叶肉，上下表皮，表皮都没有叶绿体，表皮都不行光合作用，所以一般的表皮是不具叶绿体，不行光合作用的，所以这里一是对的。